我妈在看我的考卷，她问我怎么考48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考试不及格，你好生气。我觉得分数太低了。对呀，我说你没有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我是觉得很伤心。考试分数最少都要要求自己在80分、90分，懂吗？你要在那边用怪表情，笑笑，你还故意用这个眉毛。你自己点的，自己吃。你好像大便。小孩要双减。